周周，我 ready。我来，你别这么倒，别这么倒，小心啊，小心。哎呀，完美，现在还需要精雕一下。放这儿。啊，边角料 ，again。好了，可以。哦，厨房的老鼠。厨房的小老鼠，你是太可爱了。哎呀，你倒了，我涮下杯子。哦。你是拿什么涮杯子？我就拿牛奶再涮一下呀。那牛奶涮牛奶。哎呀。牛奶涮杯。不是拿牛奶。你走开，你挡我磕 CP 了。就是一点点，我只是下面有水，所以弄点牛奶，然后把水给倒了。啊。没事，你出你的锅，你别管。我以为拿牛奶。你看看人家这个画面。再看看我们，来好了，走，往里端一个，好，好，你跟我们画风太不一样了吧？天哪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之前在干啥，你们的画风太美好了，兄弟，我们录的可能不是同一个节目，我们录的可能不是同一个，我们没有去包场看过电影，我们看到你们包场看电影，啊，真的，太浪漫了，太羡慕了，对，来，别忙了，来，对，就坐，对。我来说啊，一家之主说。如果你行啊，他们这些小细节真的是，实在是让人就是觉得说，有点我们有点多余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编剧之家的一家之主乔欣。一家之主，我是编剧之家的拿下手的小工，没有叫我小许，就是我们是假装我是一家之主，其实主要是听他的首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你也是太给我面子了。你们现在到哪一步了？就是到哪一步了？哪一步？你说，你猜猜呢？我们到哪一步？你们就感觉大结局了，马上都。我操！我操！这我刚擦过汗的。对，刚擦过汗的。刚吸完油，擦的。现在我汗都出来了，刚才。就很甜呐、啊，感觉就看那个画面已经被比下去了。契合度跟默契度肯定，我们来说我们已经败了。